花莲下午。昨天黑尾鱼很多。我今天看旗鱼很多。有，我们没有警长，好像八条。有旗鱼找到了，拍了。不是旗鱼了，黑尾鱼了。啊？两条，八条，还有一条八条，他们进来的。太高了。先称重，然后再铺冰这样。
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可以收到及时上片通知。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持续制作影片的动力。大家拜拜。